想过为什么韩书俊要送花手环花少吗？今天的影片将会为你解答。最新观众大家好，我是祖你想要追剧、聊剧、懂剧三愿望一次达成吗？可以订阅这频道，我会用剧评解析带给你更多情感上知识。女神降临终于完结了，但相信看完结局的苏俊派朋友都有点小小的遗憾。但说实话呢，我觉得电视剧在安排苏俊的人设上一点都不输漫画，甚至有点超越修好。我指的是帮人设打造好感的这件事情上哦，不是只说哦修好比苏俊差。那今天这集呢，因为我是一个从漫画到影剧都是苏俊派的人，但说是苏俊派也不是说那一种哦希望他一定要跟女主角在一起的那一种，只是纯粹的觉得苏俊更得我心而已。那今天呢，就会专注的和大家分享苏俊的角色解析，帮助大家更了解在编导手里的苏俊。但今天可能也会稍微提到一点点的漫画，小小的爆雷，介意的观众呢，我会在说之前呢提醒一下。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影剧版的出场呢，是他正在被一群不良少年追逐，可能会有很多人以为这是影集原创，但事实上呢，和漫画原版的描绘没有差太多。在苏俊确实认识朱静之前呢，两人就有这场意外的发生。不管是在影集版还是在漫画版，朱静都在高中时期曾将被混混们追赶殴打的苏俊救出来。我自己比较喜欢漫画版的描述。影集版里面纯粹就写到苏俊正在被一群不良少年们追赶，但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深入的描述，使得那群混混到底为什么要纠缠韩苏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解说。对，接下来呢，我会阐述一下漫画版朱静和苏俊的渊源，建议的观众呢可以跳到。其实呢，在回归校园前的苏俊和影集版有点不同，在漫画中苏俊因为成为练习生就有很少去学校的状况，后来又发生了失联自杀的事件，苏俊迟迟没有回归校园，但在母亲和妹妹的担忧下回到了学校。但还是有些白目呢，会用失联的事情去挑衅苏俊，又看到修豪和朱静相处融洽的样子，心里对失言的愧疚感就被加深，认为自己没有守护好失言，也觉得修好已经忘记失言的样子，对自己的失望让他无法洁身自爱，因此出手打了那些挑衅他的混混。结果混混的老大跑来找他，他为了不再让妈妈失望而窝在地上被不良少年殴打。苏静见状马上报警，还很勇敢地站在不良少年面前，虽然当时苏俊也是臭脾气地骂了朱静一顿，但这份恩情他一直都没有忘记。在漫画中，苏俊呢是深陷在失去誓言的痛苦之中，也对自己感到深深的失望，在挨打瞬间就像在赎罪一样。但朱静却中断了这样自虐般的情况，说朱静是苏俊生活中的一道光，一点都没有错。回到影集版，不良少年的追赶应该也是相应了苏俊有段放弃自己的过去，只是同时又发生了妈妈生病的事情，所以苏俊休学表面上可能是因为妈妈生病，但心里对于失去誓言的痛苦一直都没有消散，由于对自己没能守护誓言而感到失望，所以透过和不良少年打混的时间里面自我沉溺，试图想要毁掉自己的人生。这是影集版比较没有琢磨但有一直有苗头伏笔的地方。而朱静的出现呢，就像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救星。不过呢，苏俊其实也是一个牺牲技能满档的角色，一出场呢就因为朱静逃避不良少女而摔车，因此被混混们追上，后来又因为朱静被蛋糕砸，朱静为了守护素颜更是一脚踩过了苏俊的背，完全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设，嘴上不饶人，但每个行为背后却都充满着温柔。影集版里的苏俊初登场的状态是充满怨恨和愤怒，但同时呢也充满着悲伤，只是他从来都没有展现出来过。在第四集时，他一个人待在 KTV 唱了誓言的歌，相较于修豪和其他人一同待在 KTV 的样子，两人处境确实相当不同。苏俊因为誓言而去责怪误会修豪，但这也表示他的痛苦已经无处宣泄，只能靠着转嫁来发泄那份负面情绪，因此初期对修豪好不容易展现出来的笑容感到十分的不顺眼，而把目光投注在修豪在乎的人身上，但却意外的受到了朱静的吸引。极度幼稚的情节我们也是看得莫名其妙的甜啦。朱静担心苏俊会重蹈自己父亲的意外，因此也让苏俊不要骑车，直到后来苏俊下定决心去捣乱修豪的情感，把自己的钥匙交给了朱静，
并且说出那句经典的台词，从今天起我只听你的话。虽然耍幼稚的时候呢，朱静从来没有认真的提过任何要求，但在校外教学时，却在主持人起哄的时候，朱静第一次要他去唱歌，所以呢，他也以一个愿望的交易爽快的上台了。这个呢，我们等等再提。苏俊真正开始动心，其实最主要的是愧疚感和好感的推动下，让他不得不注意那个善良的女人。苏俊表面上看起来总是不太可靠，但面对自己人的时候，却是完全的相挺相护，超级护短的人。看他宠妹，帮女朋友取昵称，应该完全就可以看出他的保护欲。这也是为什么他对自己没有能够守护誓言如此痛苦的原因。后来当苏俊发觉朱静帮助高云上台，还替妹妹挡下霸凌的时候，其实苏俊就像是遇见了一个期待中的自己一样，他没有做到的事情有人替他守护了。而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拿朱静开玩笑的事情反而伤害到了朱静，这让他更进一步的产生了愧疚感。虽然誓言的事情呢让他依然感到愤怒，但就也不再针对朱静，还因为老虎内裤两人拉近了关系。至于誓言的事件呢，也在苏俊发现修豪在他母亲生病时在背后出了一把力之后，那份愤怒也渐渐的消散当中。虽然嘴巴上要修豪别管他的事情，但也不再把誓言的事情挂在嘴上。而苏俊也悄悄的发现自己的感情了。第八集里，妈妈和妹妹讨论电视剧时，发现他们对本来要复仇却爱上女主角的角色觉得莫名其妙，别扭的喊上爱上一个人又不是罪。这句话可是《夫妻的世界》里面渣男李泰武的台词啊，导演偷偷的致敬了一下。在校外教学当中，发现朱静不舒服的送来了药，也悄悄的替朱静戴上了花环。可爱的花分别有兔尾草、麦秆菊、小麦等等组成。兔尾草的花语是：在我面前不用装坚强。哇，查到这个花语，我的心都融化了。麦秆菊的花语是代表着永恒的记忆刻画于心，哦，又是一个深情暴击。小麦的花语呢，则是赞同合作。不过呢，这并不是我认出来的啦，是我那个比较知道植物的弟弟认出来的。我就问他说，这三者有什么共通点吗？他说那个是干燥花，要制成干燥花的植物不能太柔软脆弱，而干燥花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长时间的保存。回到花手环上，这由干燥花制成的手环，除了本身花语精致外，应该也有着永久守护的意涵在。而后来苏俊收到朱静要求上台演唱的那首歌，中文歌名是《给今天也闪耀的你》，歌词里充满着柔情告白，有段歌词则唱着：即使名为你的光照向我，刺伤了我的眼，在你面前连一瞬间我都不会闭上眼。选择这首歌也暗示着朱静就像是一道光，照进了苏俊那充满痛苦的青春。但苏俊唱着这首歌的时候，朱静竟然看着修豪，真的是让我想帮苏俊放一首歌。第十二集总算还原了当年的真相，苏俊对于失去誓言的痛苦也有了了结，但朱静也属于修好了，他只能默默的守护，保持距离，但总是放不下心。有一次，朱静放学后仍在找寻修好的项链时，他开玩笑的把绑了花的哨子送给了朱静，但其实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哨子，注意到的不是它是什么花，而是想着怎么会用仿真花呢？网上虽然有人说那个是小苍兰，但我弟弟觉得不是。而网络上说的版本里面的小苍兰的话语是往后的日子，配上哨子说是往后的日子都有守护你。虽然我觉得这个和当时苏俊的心境不太相同，但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或听听我的想法。我思考着说，为什么要放了真花不用而选择仿真花呢？之前呢，在校外教学时送的是干燥花，现在是仿真花，很明显的，真正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花与心意，而是时间。苏俊期待给予朱静的一直都是永久的守护，选用仿真花虽然不尽美丽，但却可以长时间的存在，不因为季节而枯萎或改变。哨子象征着守护，只需要一声响起，它就会奔来守护朱静。因此呢，无论是干燥花手环还是仿真花哨子，当时的苏俊想做的从来就不是传达心意，而是永远的守护。虽然剧里面因为修豪的名字发音接近韩文的守护，在剧中都戏称他为守护神，修豪也确实努力的守护着朱静，
但书俊也是像班上孩子们喊的一样，都是大神啊，能够得到两大守护神的守候，朱静大概是上辈子拯救了全世界吧。书俊在朱静素颜曝光前夕，甚至在太妹的面前摔了对方亮出朱静素颜的手机，守护了朱静的爱情和尊严。在事发之后也努力的想要删除讨论版的文章，虽然不能靠近朱静，却默默的替朱静做了很多事情。后期呢，由于误会打开，苏俊也不再以情敌的模样和修好针锋相对，两人还顺理成章的 PK。 最后因为苏俊输了得上台演唱，能再度看到苏俊唱歌，或许也让修好了结了心愿。而当时苏俊演唱的是狂恋乐团演唱的花盆，这首歌呢更是红极一时的咖啡王子一号店的 OST。 咖啡王子一号店呢也是男主和男配同时爱上女主角的故事。花盆的歌词呢充满着等待和守护，对爱恋对象没有所求，只希望看着对方守候在对方的身边，充分的展现出当时苏俊的心境。本想透过告白让自己死心，却只说了自己喜欢上有男友的女孩。修好离开的两年，他也都守着君子的距离，既对得起修好，也尊重着朱静的心意。直到修好的联系渐少，这个人就像淡出他们的人生的时候，苏俊又因为朱静老是没察觉他的心意，让他有点生气。再加上朱静总让他去见别的女人，那份埋藏许久的心意终于再藏不住了。朱静喝多的那一晚，差一点就要亲吻朱静了。我想苏俊派看到那一刻的时候一定都很想尖叫。苏俊带朱静去餐厅吃饭时送了郁金香，还准备了告白小抄。两年过去了，那个只想守护朱静做他家里小花盆的苏俊有了一点勇气。虽然知道朱静始终没有忘记过修好，但这次的告白也算是为自己画下句点，所以这次送的是真花，一朵会凋谢的花。黄色郁金香的花语在苏俊的小抄上看来是写着单恋是一个人的爱情，想借由郁金香传达他的心意，而黄色郁金香其实也有着希望、迷人的爱情以及无法实现的爱情的意思，还真的是有种出师不利的感觉。前面曾说到苏俊唱给朱静的歌，形容朱静的出现就像是一道光出现在他的生命里，而被划掉的那两句是写着你就像是月光渗进了他的眼里。说到这里，我只希望苏俊来我家当我的小花盆好吗？花呢渐渐的成为了苏俊的象征。进到大结局的时候，朱静爸把郁金香好好的摆放起来，说了一句花摆在那里看起来很美，可是如果没有人看时就凋谢，实在有点可惜。过去的苏俊虽然期待自己像干燥花、仿真花一样不随着季节而凋零，永远的守护在朱静身边，但时间依然在过。朱静爸说这话让女主角明白自己有责任和苏俊说明白，而苏俊虽然很难受，但也希望自己的恋情能够随着花朵绽放而得到适当的凋落，曾经灿烂过，然后随着时间顺利的凋落，对朱静的守护也就画下了句点。最后一集里面也完成了他当初和誓言修好的约定，唱了那首属于他们三个人的歌曲，同时也演唱了他的歌曲 It's a Star Today。歌词中写着在黑暗中徘徊着，像是见到了光，从今天开始重新诞生。歌名是从今天开始，曲意更有一种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感觉，重新开始的意义。当初深陷失去挚友而又埋怨自己没能够守护任何人的苏俊，在遇见了朱静之后，渐渐的在那个深不见底的痛苦中走出来了。朱静像是一道光一样照暖了他的世界，虽然他最终没有和朱静走在一起，但却因此得到了重生，甚至重燃了自己的梦想。青春期的恋爱也将随着郁金香凋落，但他的人生和梦想却重新开始了。看完结局的我啊，充满激动和感动，这可能是我目前为止看过最满意的漫改剧。对于苏俊虽然有一点点遗憾，但却也能够完整看到编导对于苏俊的厚爱，由浅到深的打造这个人物，让他真的从漫画中走出来，来拥抱我们的世界。每个偶像剧呢都有个深情的男二，他们像是天使般一样守护在女主角身边，让充满痛苦的人生有了依靠。戏剧不尽然真实，却安慰着我们每天奋斗后的精神。苏俊对朱静说，就算你搞砸了也不会完蛋，因为我的嘴唇本来就很性感。他鼓励着朱静不要害怕失败，反正就算失败也有他在。虽然现实中我们可能很难遇见苏俊这样的人，但也在
女神降临不完之后，她也会成为我们的一道光，让观众去相信总有一个人会愿意做你的守护天使。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真正爱你的人会接受你的不完美，连你的缺点都爱。而花的凋落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重新的诞生。苏俊也会重新展开他的人生，展开他的下一个花期。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这个花与歌交织而成的角色韩苏俊的深度解析。我是祖宁，喜欢今天的解析，别忘了按下 like 分享给你喜欢苏俊的朋友吧，订阅我的频道。之后呢，还会再出女神降临的完整的剧评。对，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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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